家家户户都有小洋人了，喉咙就像吞刀片，鼻子就像堵了水泥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吃雪梨和橙子，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了不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一圈三连求关注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个橙子和雪梨，用水打湿之后撒上食盐，搓洗干净。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可以把果蔬表面的果蜡以及农药残留清洗得非常干净。冬天的橙子最为香甜，水分含量高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蛋白质、纤维素，还有多种碳水化合物。多吃橙子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改刀成四份，剥去外皮。橙子的表皮也是特别的有营养，千万不要把它当做垃圾扔掉。我们先给它装盘备用，然后把果肉切成小丁。装入一个大盘中。冬天天气越来越干燥，还一直不下雪，一定要多给家人吃雪梨。很多人在吃梨的时候都是直接削去外皮，去掉果核。其实梨的全身上下都是宝，不论是梨皮还是梨核，它们的营养都是非常的丰富。雪梨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E、有机酸等多种微量元素，对我们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多。把梨切成小块之后，和橙子放在一起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一点的铸铁锅或者是砂锅，放入橙皮、梨皮以及梨核，然后准备上一个罗汉果，用刀给它拍碎，然后掰成小块，这样可以更好的释放出它的营养。接下来倒入山泉水，水要一次性的加足，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开小火慢炖上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这个时候梨皮、梨核以及陈皮的营养都已经充分的释放在汤中。我们用漏勺把多余的残渣都给它捞出，然后放入我们切好的果肉，一小把的黄冰糖丰富口感。然后盖上盖子，继续开小火慢炖20分钟。我们的雪梨罗汉果热成茶就煮好啦。特殊时期一次煮上一大锅，趁热给全家人一人来上一大碗，喝完浑身都舒服。食材简单，但是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，轻轻松松在家就可以做，这也是老一辈智慧的结晶。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们下期见。